一 Happy New Year！ 香港旅游发展局为你带嚟香港除夕倒数烟火汇演，12月31日晚将会喺维港上演。汇演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为焦点，全场8分钟，从海上陆上发放烟火，璀璨壮观。记得发挥好客精神，同旅客一起倒数迎新，祝愿世界更美好。到时要留意特别交通安排，同遵循警方指示。